今天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我要帮我的同学找一个女朋友，介绍新朋友。你觉得今天会成功吗？会，我也觉得会成功，几率非常大。那个女生对你蛮有意思的，到最后没成功就尴尬。不会，你觉得她会爱上你吗？不要都说这种屁。你觉得真的有机会？她刚才在讲电话，一直对你笑。人家在尴尬啊。没有，她在对你笑。真的吗？没错。你给我那么大的信心，让我不好意思。不会啊，等一下我跟你讲，等下过去啊，你就拿早餐给她，然后你就把。就握住他的手，他就会喜欢上你。配了是吗？好，我们帮你买。等你就不要出门，你不要出门，不要出门。我们买过去给你。好，你等我们一下，我停好车了。停好车。OK。帅，为什么？我帮他买啊。他有说什么？他说好啊。他有说我爱你之类的。嗯，他说谢谢。他也没卖干洗手液。我们现在帮他买酒精，没有帽。走吧，没关系。Seven 没有卖酒精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药局看有没有。我们今天的目的是来帮他买早餐，然后你说他刚才叫你又买什么？酒精跟吹风机。酒精。我有点怀疑我们被当工具人了。我看一下你买什么。两罐酒精，一个吹风机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那个女生的她的宿舍，在这边不是宿舍啊，就是自己住的地方。哇，你好。海底哦，这什么好牌？他买那个早餐给你。什么？这个吹风机。是吹风机跟酒精啊。好，谢谢。没有，这没有。你给他几分？你要一直很认真，很细心。随便。OK， 之后再说。先这样，拜拜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你要加赖啊？啊？我有没？我要加。帮我拿一下，欸、他腿超细。你不要再录。你不喜欢腿细的吗？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100分。五分给几分？5分给4分。为什么？那剩下1分在哪里？剩下1分就是保留一些空间。你说就个性之类的吗？对对对对。好，感觉还不错，感觉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现在几点？4:30。干嘛干嘛？买晚餐。给谁？给他。你很小可爱。对。好，出发。那我们现在来干嘛？啊？我们现在要来买盐酥鸡。买给你心爱的。小可爱，所以他刚刚有无意间透露出他喜欢吃盐酥鸡，所以我决定马上买给他，马上买给他，用行动证明。对，虽然我不太会说话，不太会聊，可是我都是行动派的。没错，赞，看看你。先奖励200元，然后买盐酥鸡300会有这个奖励。好，谢谢。5600，好，谢谢，那要帮我一下喽，谢谢你。太贴心了吧。当然要。你又去买了什么？珍珠奶茶，配的解油腻。买给谁喝？小可爱。太贴心了吧。来，我们现在到门口了，打给他。要打了。走吧。展现你男人的魅力。糟糕了。睡觉。啊。喂。喂。你在睡觉。真的、哦？真的假的？那你要起来一下吗？要开门啊！你要起来吃晚餐吗？开门、啊！你先开门。好，开门。反正先开门就会看到我，可能充满了粉红泡泡的男子。反正你慢慢来，没关系。觉得他爱上你了？不要再讲这种屁话，这种屁话不好玩。然后人家下面就留言说是谁的啦，是谁的啦。你是从完全没见面过，然后直接见面？对，完全没 say 的，完全没有 say 过，这个完全没 say 过了。一整天都在为了他付出。对，这是真的。太感动了。如果是女生，我一定嫁给你。可惜你是男的。哎、欸。
怎么又见面了？护目镜戴起来吧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刚刚在哪？香酥鸡汤，可以吧？为什么？要记得喷酒精。那你们刚在哪？车上啊。我们是回家了。没有，我在车上。真假的？真的。那你们在车上干嘛？睡觉。啊？他想要买啊，他想买给你吃。你给他几分？五颗星。5颗。等一下吃完以后。然后我加了几颗星？哦，当然是5颗。好，你们最后的道别喽。拜拜拜拜。反正回车上吹冷气。对，不要出门哦。啊，记得消毒。好，拜拜拜。那接下来就靠你们自己发展了。嗯，对。加油加油！就给你勇气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胖曲。胖曲。